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戒相经兼要集注，和尚慈悲，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净人，大家早安。请看着集注的课本第40页，40页集注的课本40页第二行经文，复有作无烟火坑沙他河沙降沙作井沙波沙毗陀罗沙堕胎沙暗覆沙推着水中火中推着坑中沙，若遣令去就道中时，乃至胎中出受二根身根命根，于中起方便沙。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了第二行，经文的第二行堕胎沙。我们说到堕胎沙，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三，堕胎沙则在母腹中诸根成就以来，所以种种因缘而得沙者名堕胎沙。萨婆多论解释呢，说呢，堕胎沙者第八世中阴身，最初入于母胎，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在母腹中诸根成就以来，是六根啊，头、双手、双脚、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还没有完全成就以来，所以种种因缘而得沙者名堕胎沙，犯杀人重罪，暗覆沙一样，在萨婆多论卷三，暗覆沙者落在腹中，诸根未成，如薄落生疏，若暗覆令散，若彼时者名暗覆沙。讲到暗覆呢，就是按这个肚子，暗覆沙落在母腹中，在母亲的肚子当中呢，诸根未成，还没有长成就呢，诸根未成就，如同薄落，薄薄的落。这个诸根未成呢，五王经，五王经说呢，受胎17日，如同薄落。最初的7天呢，最初7天的时候呢，好像薄落一样，薄薄的落。经过77日，成为人形，成就人形。79天，它就长成人的模样了，成为人形。五分律卷二说呢，入母胎以后，至49日。中阴身呢，
入母胎以后呢，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名为四人，相似是人呢，就是他诸根还未成就，相似为人，名为四人。过此以后，竟名为人。超过这个四十九日以后呢，就叫做人了，他诸根成就了。那这里暗护杀呢，诸根未成，他的六根啊，头啊、手啊、脚啊，都还没有长成啊，如同薄肉，薄薄的肉啊，也如同生疏，大约在三七日，生疏呢，大约在三七二十一天，还未成为肉团以前，还没有成就肉团呢、啊，好像生疏一样。这个时候呢，若按腹令散，按母亲的肚子啊，使令它散开，离散了，就是呢，流产了吧？按腹使令那个散开流产。若比胎儿死者，名暗护杀。推着水中，推着火中，推着坑中杀，这个容易了解。若潜令去，就道路中死亡，乃至胎中出受二根，在母胎当中呢，最初入胎的时候呢，纳受二根，这身根跟命根。大智度论卷二十三，如人初入胎中得二根，身根、命根，如同人啊，最初入于母胎的时候呢，就得到二根了、啊，命根跟身根。最初入胎，父母精血和合，是住在其中，第八世就住在当中啊，得到身根、命根。尔时生起方便杀者，得杀人重罪。于众起方便杀，就得到杀人重罪。奸啊，奸要将者木砍榨取也。剥者弩食也，这个将，将就是呢木砍榨取，砍门，我们的门哦，火钉啊，门下面的横木，古代的建筑呢，古火钉啊，门下面的横木，用横木榨取而杀，就是呢，略是呢机关啊，只要。踏到这个横木呢，机关就开启了。木砍榨取也，榨取。剥者弩石也，弩石安装机关，利用石头的力量来射箭的弓。你要碰到这个石头呢，这石头一动的时候呢，这个弓就射出去了。所以必须呢波动弩石，兼此更广标种种杀方便也，和降级波皆是杀具，毗陀罗及起师作述，下文字是于病可知。在此呢，这一段此段经文更加广泛标出种种杀人的方便也，和降以及波呢都是杀人的工具，我们有说过的。毗陀罗就是起师咒术了，下文自然有解释，其余的一并可以知道。不，第几页第几行，就是呢，无烟火亨沙他，我们四十页的第二行哈，复有作无烟火亨沙他。文云：无烟火亨沙他，和沙作井沙。大律，大律就是大比丘的戒律呢、啊。律藏里面，大比丘律、持诵律，卷二，作优多沙、陀多沙、作犬沙，
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的象经经文里面没有解释，优多沙就是呢无缘火坑沙呢，十诵律卷二大正藏23册第8页下栏，优多沙就是做呢无缘火坑沙，它五戒象经精要记住里面呢，在41页就有了、哦、这里我们就不说。头多沙，头多沙，十诵律卷二，头多者有多种，一者地，二者木。讲到头多沙呢，有很多种呢，第一种就叫地，挖地做坑啊，挖地做坑，将人种在坑中，人呢、啊，把它种在这个坑里面，头、哦、露出头部了，露出头部。令畜类来踏沙，第一叫做地头多沙，地头多沙。二者木，第二种就是穿木做孔，这个木头呢，把它呢穿个孔，叫做木头多。地头多者，若比丘或者优婆塞，挖地做坑，埋人脚踝。脚踝，左边独字旁，右边一个果，果报的果，念踝、哦、埋人脚踝，这个踝呢，脚上两旁凸起的骨，脚跟的部分呢，埋人脚踝，埋到脚跟这个地方。若埋膝，膝就是小腿、大腿相连处的关节，若埋人至膝盖，把它埋到膝盖这个地方。若腰、哦、埋至腰部，若脊、哦、埋到这个肚脐这个地方，肚脐呢，埋到肚脐这个地方，若腋埋到腋下，至颈埋到这个脖子上面，就是露出头部而已了。如是埋以令象触踏，使令大象呢触，足字旁右边一个迁就的就。触踏，触就是呢用脚踢东西啊，这个大象的脚啊踢到头部啊就没命了，叫做触。使令大象用脚踢踏人的头部，在律藏里面呢，经典中啊，琉璃王灭世的时候呢，就有用这个方法，这个四肢啊，他就埋在地上，使令大象去触踏，用这个方法。令马、骆驼、牛、驴触踏，若令毒蛇、蜈蚣网猎，放毒蛇啊，放蜈蚣啊，去咬它，猎就是咬的意思了。使令毒虫前往咬它，作如是心念，令彼人因此而食，彼人因此而食者，优婆塞得不可悔罪。若不即刻死去，后来因为如此死去，也是犯了不可悔罪。若不即死，或不因如是而死，就是终罪可悔。是谓、哦、是名地头多。木头多者，尤比丘穿木作孔，优婆塞穿木作孔。木头呢穿洞，若行人脚，行木字旁右边一个行走的行，念作行。若行人脚，行就是古代的刑具名称。行阳叫做行阳，行阳者械也，这机械的械呢，机械的械，木字旁右边一个戒律的戒。行阳者械也，械乃是加于罪人手足之刑具，如同古代的手铐啊、脚镣啊、手铐、脚镣这一类的，加之于手叫做手械，加之于足叫做足械。手铐、脚镣，穿木做孔，若行在人的双脚上，就不能走路的啊。
丑，丑手加井，丑陷的丑呢，木字旁右边一个丑，丑手加井，丑住双手，将双手呢靠起来，如同现在的手铐，锁住双手，将他的双手呢锁起来。这个加木字旁右边一个加减的加，加古代套在犯人颈上的刑具，套在脖子上面的刑具叫做加，穿木做孔加颈，将他的脖子套起来，套在脖子上。如是系仪，这个系就拘禁的意思呢，如此的系服拘禁他，使令人呢不能自由活动，不能自由行动。以后呢，令使令象、马、骆驼、牛、驴触踏，用脚来踢踏他。若令毒蛇、蜈蚣网猎前往去咬他，作如是念有杀心啊，令彼因此而死，彼人因此而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时，或因是时，亦犯不可悔罪。因为如此而死去呢，又不是，也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时，或不因死，后来不是因此而死了，就是终罪可悔。圣名木头多，叫做木头多杀呢，做犬杀、哦、这个犬字啊，上面一个士，底下一个捐，这个字啊，我们呢这个要查的时候呢，这个士啊，上面这个士字典是同一个木啊，同这个眼木的木啊，这眼木的木查不到啊，这捐啊，这犬啊查不到。我们这个汉王戒本里面就有啊，就有这个恶网罗卷啊，恶网罗卷应当跟网有关系啦，所以我们看呢真的是跟网有关系，应当查这个网部啦，网部一个摸一个摸里面两个乌，一乌一的乌啦，两个打叉啦，这个网部啊，查网部就查到了，做犬杀，犬这个字呢要查网部就很好查的，不然呢查密部也查不到。犬与卷相同，我们昨天诵戒菩萨戒里面恶网罗卷啊，跟这个卷相同，菩萨戒中叫做恶网罗卷啊，卷从网就是呢以绳网悬挂，以绳网来悬挂叫做卷啊，就是呢做网子啊，来网罗它，卷就是网的名目，全、哦、念这个全呢，以网张取，用网呢张开来取物啊，来网罗这个禽兽，捕捉鸟兽的全做犬杀。时受律卷二，犬者有比丘或者呢优婆塞，知世人从此到来，若依靠树木，依靠柱子，依靠石头，依靠橛，依靠这个木桩呢，依靠墙壁，依靠木段、白蜡段、迁徙段，四中施权，在这当中呢，施设罗网，施设罗网呢，若心念若火收，心念或者口言呢、啊，为世人，我是为这个人呢、啊，从此到来的缘故做权。是犬是臣，这个张设罗网的事情呢，成就了。彼因死者，彼人因此而死啊，被网子呢网到了，因此而死去呢，是优婆塞，而不可悔罪。若不即刻死去，后来不是因此而死，是终罪可悔。若优婆塞为人故作权，他是心意呢，他的用意呢，
就是在杀人啊，为了人的缘故做权，人死者方不可悔，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畜生死者是终罪可悔。在律部里面呢，十宗律里面呢，这个畜生跟非人他死的时候呢，他的罪相是一样的，属于终罪可悔。为非人做权，由婆舍啊，他的心意是要杀非人啊，要杀鬼神啊，心意为杀非人，为非人做权，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人以及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因为呢，他对人以及畜生本来就没有杀心的缘故，他不是要杀人啊，结果人掉下去被网罗的死了，他只是呢得到这个下品的可悔罪。为畜生做权，用意呢是为了杀畜生，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人及非人时皆犯下罪可悔，也是犯到下品罪。他不是要杀人啊，也不是要杀非人，所以都是下罪可悔。若比丘、若优婆塞不决定为一事做权，他呢没有克心啊，不是克心要杀人，不是克心要杀非人，也不是克定心要杀畜生，不决定为一事做权，诸有来者皆令堕时，有通慢的心啊，凡是来的人都要杀。诸有来者皆令堕时，他的心呢融通，很普遍的，凡是有来的呢都要杀。若人死者不可悔，这个时候就不可悔了，他是通慢心嘛，融通普遍的都要杀的，所以人死就犯不可悔，非人死就是终罪可悔，畜生死就是下罪可悔。都无死者，都没有死的呢，就犯终罪下罪可悔，方便罪了，有杀三去的方便罪，是名为犬，做犬杀。这是根据呢十宗律来解释。注：四十页的倒数第三行注：如上所列，皆为种种杀人工具以及杀人的方法，有的现在已经失传，取代之以枪炮手榴弹等。总而言之，无论以何种杀具杀法，凡是杀人命断，即犯不可悔罪，杀人未死犯终可悔罪。起司咒，41页的第一行起司咒：古时候呢，出外做客死于他乡的人，因为呢习俗习惯的风俗呢，古代的习俗啊，习惯风俗呢必须要落叶归根啊，但是呢在运回的路上呢很遥远啊，运回之路遥远，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呢聘请安此术者，安就是呢熟悉了安念这种法术的人，用起司咒来运回，世俗称作赶尸啊，赶尸。凡是尸体还没有烂坏，先用药水浸过，头呢包红布，大约有七八个人一组，前一个人拿小旗，后面一个人呢拿铜锣，边走呢边打喊，使人知道呢赶尸的人来了，免得看得不吉祥。晚上走，白天睡。睡的时候呢，尸体靠着墙壁不可倒下去，这是我广化律之呢在抗战时听朋友所说，他亲眼所见。经文：
41页的倒数第六行，无烟火坑沙泽，若有火色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先作无烟火坑，以沙土护上。若口说以世人从此到来故，我作此坑。若世人因是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或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死，或不因死，是终罪可悔。为人作无烟火坑，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42页，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人死者，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若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若人堕食，若非人堕食，皆犯下罪可悔。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作坑，诸有来者皆令堕食，人食者犯不可悔，非人食者终罪可悔，畜生食者下罪可悔，多无食者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无烟火坑沙也。那其他的都省略了，就以无烟火坑做代表，其他的呢比照这里，比照这里。无烟火坑杀人者，若优婆塞了知世人会从此道路走来，于道路中先做无烟火坑，以沙土覆盖在上面。若口说以，因为世人，因为这个人呢，从此道路来的缘故，我呢做此火坑。若是人因为如是火坑而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刻死去，后来因为如是火坑而死，犯不可悔罪。若不是立即死去，后来不是因此火坑而死，就是犯了终罪可悔。三角号，为了杀人而做无烟火坑，人死者犯不可悔罪，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兼要，弘一大师的兼要，从人边得杀方便罪，因为他是为了杀人嘛，为了人做无烟火坑啊，所以是从人，从杀人这一边呢得到杀的方便罪，不从非人边得杀罪也。以于非人无杀心故，因为呢他对于非人鬼神呢没有杀心的缘故啊，所以是犯了终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兼下至，这是二页，下至恐悟，下罪可悔这恐怕有错误了。准一切律部，根据一切的律部，五分十众四分升起有部，准一切律部，亦是终罪啊。这个畜生死的时候呢也是犯终罪，根据律部呢也是犯终罪。十众律卷二，它里面就有提到了，可以比照律部就知道，亦从人边得方便罪，也是从人这一边呢得到杀人的方便罪，不从畜生得到杀畜生的方便罪，所以它是属于终罪了，终罪不是下罪，他要杀人嘛，从人边得方便罪就是终罪，不从畜生边得杀畜生罪也。一，因为对于畜生无杀心故，从人边来结罪就是中品，中品罪。接着第二行，42页的第二行，三角号，为非人作坑，他的心意是为了杀非人，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
天，非人为诸天修罗鬼神，载道易落。说呢，非人就是呢，诸天呢，阿修罗呢，鬼神道的众生呢，载道易落，承载圣道的义理很薄弱，很薄弱，不像人道的众生呢，是修道的法器啊，他们不是，如同诸天以浊乐身众不能修道，不要羡慕天人啊，因为呢，染浊五欲之乐啊，非常的深重，他不能修学圣道啊，只是想吃福而已啊，享受愚痴的福报而已啊。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如习一时。如同过去呢，有一个时候，大目连以弟子有病，大目连尊者啊，因为弟子有病啊，他不晓得要怎么治疗，上刀立天以问奇婆，奇婆是大医王啊，他为佛陀治病啊，这以善心出佛身血，为佛陀治病，升天一劫受乐一劫哟、哦。上道立天呢，疑问其佛，正值诸天入欢喜园，正好遇到呢，这33天的天人呢，他入欢喜园呢、啊，大家都很欢喜啊，游戏很快乐啊，入欢喜园。尔时目连尊者呢，在入侧立，在入旁站着呢，一切诸天无故看着，一切天人啊，他过去。没有人回头看看他的，没有人看他，都是玩乐就好了啊，无故看着。奇婆后至，奇婆呢后来到了，故见目连，哎，就回过来看了一看目连尊者了，就向举一手，向目连者尊者呢举出一只手打招呼的意思了，向举一手，乘车直过，乘着天车。直接就过去了。目连自念呢、啊？目连尊者自己就这么想念呢、啊，说：“此本人间是我弟子啊，这个奇婆啊，本来在人间是我的弟子啊，而今受天福，以着天乐，多思本心，而现在呢，升天受到天福啊，享受天福，享受天上的福报，因为染着天上五欲的快乐。”都失去本心了，没有修道的心了。即以神力制车令住，就以神通力啊，制止这个天车，谁让他谁令车呢停下来，不能动了。奇婆下车，礼木莲主，只好下车啊，顶礼木莲尊者啊。木莲种种因缘，择其不可，或者他你这样不可以啊，染着欲落不可以啊。奇婆回答说呢，说呢，以我人众为大德弟子，因为我在人间的时候是大德您的弟子啊，是故举手问讯，因此呢，我举手向您问讯啊。火见诸天有而佛者，你有看到诸天有这样子的吗？都没有啊，连看都不看啊。增天以浊乐染心，不得自在。奇婆说呢，升到天上啊，因为染着欲乐啊，这欲乐染着在心中啊，我们不能自在啊，不是我愿意这样子啊，因为染着欲乐嘛，我没办法自在啊。是死而尔，是染着天乐的结死烦恼，使令我如此而已啊，故载道易落。这个天人呢、啊，承载圣道的义理很薄弱，它不是修道的法器啊，不像人呢、啊，有三口意业啊，有苦有乐啊，能够努力的修学圣道啊，自己要好好的策立自己，我们是载道的法器啊，人生失去了，你要用功也没有机会了。阿修罗极度好胜，
常常跟诸天作战啊，极度好胜。鬼神道中，登在鬼神道中呢，做种种苦恼，不得自在，所以说呢，载道易落。是故杀之者戒体为师，杀害天阿修罗鬼神，戒体不会失去，犹可毁除也，犹然可以忏悔除灭犯戒的罪。人死是下罪可悔，人死了下品罪可以忏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兼一从一皆从非人边得方便罪呢，也都是从杀非人这一边呢得到杀的方便罪，不从人以及畜生边得杀罪。因为对于人以及畜生本来就没有杀心的缘故，若为畜生作坑，心意也是为了杀畜生呢、啊。畜生死者是下品罪，可以忏悔。先要畜生叫诸天鬼神更下劣啊！我们看蚂蚁啊，牛马啊，畜生类的众生啊，但念水草一无所知啊。蚂蚁它每天出来就找吃的东西嘛，到处啊横行霸道啊，要虫啊。连这个斑鸠的眼睛它都要吃啊，它都要咬啊，咬眼睛啊，羽毛没有用它咬眼睛啊。但念水草啊一无所知，念到这个饮食而已了、啊、所以呢叫诸天鬼神更为下劣，是故杀之者罪又稍轻，下品而已，罪又稍轻。若人堕食，若非人堕食，皆犯下罪可悔。因为他是要杀畜生而已、啊、不是要杀人了、啊，所以都是犯下罪可悔。所以我们这一本心得呢，后面有错误了，到时候再说。第四十五页这个地方有错误。兼若人堕食，若非人堕食，皆犯下罪可悔。兼要的兼，还从畜生边得方便罪也，还是从杀畜生边得杀方便罪。下品，下品。若优婆塞不定，为一事作坑，不决定呢？心意不决定，就是呢，不克定心意呢，不是专门为了杀人。不克定为了杀非人，也不克定为了杀畜生，没有克定心意，为一件事做坑，不是单单为了杀人，也不是单单为了杀非人畜生，不克定不决定为一件事做坑。诸有来者皆令堕食，就是通慢心了、啊，融通普遍杀一切众生，只要有来的都使令他堕落死亡，诸有来者皆令堕死，所以人死者犯不可悔，他的心很通慢嘛。非人死者终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无死者犯三个方便可悔罪。挖坑的时候呢，挖这个坑的时候，升起杀心的时候呢，就要结三个方便罪了。虽然没有杀到呢，这个方便罪还是有，杀的方便罪。是名无烟火坑杀也。42页的倒数第三行，兼持哦，在持在这段经文呢，广泛解释。无烟火坑杀他，以此来比例河杀、降杀、坐井杀、波杀，无不而也，没有不是如此。比照这里来作句了，都是如此。问：一切有命不得故杀，
菩萨戒里面说呢，凡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杀者非佛弟子，何故今杀天龙鬼神紧结终罪？为什么缘故啊？现在在这里啊，杀害天龙鬼神仅仅只是结中品罪呢？杀畜生紧结下品罪呢？犹然不失戒体，不至于堕落三途恶道也。犹然不失戒体啊，不至于堕落三途恶道吗？回答说了，43页第一行，凡论师戒，凡是讨论到优婆塞失去戒体，须破根本四众，必须要毁破根本四众戒呀。哪四众呢？所谓的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优婆塞在此四众罪当中，随犯一种，绝非做法之所能忏，决定不是做法忏所能忏灭的、忏除的。由于恶业深重的缘故呢，因为呢恶业重大的缘故，《大方广十轮经》卷三，若有众生犯四众戒，非佛弟子。佛陀说呢，假若有众生受了五戒的优婆塞，受了十戒的沙弥，受了比丘戒的比丘，若有众生呢犯四众戒呢，犯了杀盗淫妄是根本重罪啊，就不是佛弟子，非佛弟子，抛弃在佛法大海边外，决定不是小圣做法忏所能忏除。这个地方呢，我们再说一下哈，那个前面的，34页的第一行，底下四个字，今犯杀人之罪，则失无作戒体，不复成优婆塞，故不可作法忏悔也。既不可悔，则永弃火海边外，名为边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关斋戒，亦不得受沙弥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萨大戒，唯得依大圣法修取向善，见好相宜，方许重受菩萨戒等。这个地方呢，有人言呢、有人说呢，说呢，言不可作法忏悔，唯修取向善者，他就引这段文呢、引《相君兼要》佛祖的解释呢、他这么说，说呢，根据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应当就是指上品禅犯了。上品禅犯了杀人、盗五钱、邪淫、大妄语，应该是这样子的。他引这个瑜伽师地论呢，看起来好像是有道理，好像是有道理，但是呢，这个地方呢有问题啊，有问题。意思就是说呢，以上品禅，什么是上品禅呢？烁烁现行多无惭愧，深深爱要见识功德，当知是名上品禅犯。烁烁现行啊，烁烁杀人升起现行啊，那要杀几个啊？要杀几个？杀几个才算这个上品禅呢？邪淫要犯几次啊？犯几次才算上品禅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以南语来说呢，引这个藕益大师，藕益大师全集第十二册，菩萨戒结摩文士呢？菩萨戒结摩文士。弥勒菩萨说，在《藕益大师全集》第十二册7695页，7695页，菩萨戒结摩文士，弥勒菩萨说，谈唐三藏法师玄奘义，名菩萨弟子，自序是，在这个7717页。7717页，若诸菩萨由此毁患，弃舍菩萨境界律仪，于现法中堪任更受，非不堪任。如比丘住别些多界，犯他圣法，于现法中不任更受。回大师解释呢，由此毁患，为上品禅犯也。受受身体现行都无惭愧，见是功德。上品禅犯，众令施戒有许更受，众人使令呢施去戒体呢，由人听许更加受戒，故不同小圣也。然复应知，然而我们又应当知道啊，以上品禅犯持毁千称谤啊，不是是根本啊。以上品禅犯持毁千称谤啊，不是这个是根本重戒啊，不要错误了，不要这个会错了。以上品禅犯这四条，自赞毁他，迁徙财法，曾不受毁，说相似法，但失菩萨戒，只是失去菩萨戒体啊，不失比丘戒呀，比丘戒没有失去哦，不失比丘戒，所以假设忏悔能任更受菩萨戒呀。若犯杀盗淫妄四条戒，则既然失去比丘戒，一并失去菩萨戒啊，不任更受啊。虽然依照《幻网经》忏悔得见，好像只许做菩萨优婆塞，或者做菩萨沙弥，终不得做菩萨比丘矣。还有呢，7709页，7709页，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胜处法，何等为是？这个地方，他胜处法者，智慧为智啊，烦恼为他等等。然后呢，到这里，《梵网经》具足说明十众戒。今只列后世者，现在呢，这个菩萨戒结摩文士啊，只是列出于伽菩萨戒本啊，只是列出后面的四条，自赞毁他，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说相似法。今只列后世者，凡有三义，有三点的意义啊。一者杀盗淫妄名为根本戒法，一切佛弟子的根本戒法呢，杀盗淫妄，无论在家出家沙弥比丘，欲受此菩萨戒者，必定已经先受过五戒、十戒以及具足戒等等，他前面都受过了啊，何劳更说，何劳更宣，何必劳烦呢？弥勒菩萨更加来宣说呢？不需要啊。今但声明上弘下化增上律仪而已啊。现在这里于伽菩萨戒本啊，只是声明申述来说明上弘佛道，菩萨往上弘扬佛道啊，往下教化众生啊，菩萨的增上律仪而已啦、啊。这四条戒啊，自证毁他，迁徙才华，成不受毁，说相似法，
就是菩萨的增上律仪戒而已啊，不是根本戒法。二者根本戒法七众是犯，七众佛弟子假设有悔犯，不通忏悔。很明白说出来，不通忏悔啊，众令大圣许其忏悔，必须要见好相啊。佛来摩顶啊，见光见花，就是承认你可以了，你就是呢忏悔面对了，必须要佛来摩顶啊，不然还不是佛弟子诶，非佛弟子啊。今此世界，现在这是一条界啊，若卵中品，就是呢自赞毁他，迁徙财法，称不受毁，说相是法。这是一条界呢，假若卵就下品了，或者中品的烦恼，若卵中品残犯，只需忏悔除灭。上品残犯呢，有许犹然容许可以重受戒，故不可以根本世界相难同也。所以不可以跟杀盗淫妄这根本是众戒呢互相混乱，以为是相同，不可以这样子的，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呢上弘佛道，下化众生，你不要给人家引导错误了。这个呢，这个说法呢，弘一大师的说法呢，跟修多罗相应，跟修多罗相应。哪一本呢？哪一部经呢？《大方广十轮经》，以及呢《大圣大集地藏十轮经》，这两种是译本呢，译本跟这里相应。说呢，杀盗名妄名为根本戒法。弘一大师说，这是根本戒法。大圣大集地藏十轮经卷三，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以精净信心，他以清净的信心呢，皈依我法，皈依佛陀所说的法。过去声闻缘觉菩萨大圣，或者他呢心意呢是要去向声闻圣、独觉圣、菩萨大圣，于诸学处身心静坐，受五戒的优婆塞了，要对五戒的学处啊，这个身心恭敬尊重，受沙弥戒的、受比丘戒的。对于沙弥比丘的戒法，应当身心的恭敬尊重。于诸随处，就是比丘来说，就是250条戒啊，都要身心的恭敬尊重啊。于诸随处恭敬尊重，于是根本性罪戒中坚固勇猛精勤守护，讲得很明白啊。坚固勇猛精勤守护哦，不是这个烁烁升起现行都无惭愧深深爱要见识功德啊，不是这样子啊。那判罪要怎么判呢？杀几个人才算上品坛呢？那邪淫要犯几次啊？大有问题啊，根本不是这样子啊。还有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我所说别谢脱戒，五戒、八戒、十戒、比丘戒、足戒、别谢脱戒，所至是根本重罪，佛陀所制定的杀盗淫妄是根本重罪，清净无犯，清净没有悔犯了。我是比师，比是弟子，我佛陀自身呢，我是他的师长，他是我的弟子，讲得很明白嘛。
这个我们可以下去也可以查呢，《大方广十轮经》一本，《大圣大吉地藏》，《大圣大吉地藏十轮经》都是在第三卷。佛祖的解释呢，也是根据这个经典中佛陀所说的，也是根据律藏的，律藏是这个萨婆多论呢，也是这么说的。43页的第二行，此四众戒当中，随着毁犯一种，决定不是做法之所能忏。这里不能论中下品的，你说要论上品禅，还不许做法忏；中下品禅可以做法忏。这个地方啊，那根据哪里呢？至于如同杀非人、杀畜生等，性罪虽重，性恶之罪呢，虽然是很重大，然而对于乖为无作戒体的罪业，犹然是比较轻呢，尤为稍轻。今云现在说呢，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忏悔除灭乖为无作戒体之罪而已啊，免于堕落三途，非为并除性罪也。不是说呢一并除去性恶之罪啊，没有啊。杀一命必偿一命啊，杀人要偿命啊，因缘果报之法是如此啊，杀一命者必定偿还一条命啊，故杀者故当故偿。故意杀人的话呢，固然应当呢故意的偿还。误杀者亦须误偿，误心杀人也必须要误心偿还这个命债。纵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纵然使令不受戒的人呢，也必定有罪业。所以呢，《大佛顶经》说呢，《大佛顶首楞严经》呢说呢，如于中间杀彼生命，或食其肉，不是乃至今为成劫，相食相诸，犹如转轮，互为高下，无有休息。如于中间，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在人道的时候，你杀羊啊，如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你杀他。我们在生死流转的中间呢，杀彼生命，我们做人的时候得到自在啊，福报很大啊，你要杀他，他也没有办法。杀彼生命，或食其肉，或者吃他的肉啊，如是如此，乃至经历围城的结束，相食相诛，互相吞食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互相呢吃来吃去，杀来杀去啊，相食相诛，就是杀的意思啊，犹如转轮，互为高下，互为高下，就是呢，我们出生做人的时候，就是呢，我们又比较高嘛，出生做这个出生道的时候呢，就比较下了，互为高下，就是呢，会互相呢，相识相诛啊。他有吃力的时候，有福报的时候，做人的时候，他就吃我们了。无有休息，什么时候休息呢？没有停止的，相识相诛。所以呢，持戒断恶修善，断绝未来世的这个债务啊，这个命债啊，肉债啊，全部要断除。
佛制杀戒，良有于此。佛陀制定了杀戒，不可以杀害众生。实在是因为如此啊，大悲心啊，要我们离苦得乐啊。受持不犯，便可永断轮回之苦。设护偶患，假设呢又偶尔呢犯到杀戒了，自心忏悔，永不护照，也可以免除堕落三途恶道啊。故名中品可为罪，下品可为罪，如此而已。假设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何有永脱愁肠之苦哉？还在三界里面的时候啊，轮回嘛，轮回六道啊，大家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今天杀他的命，吃他的肉，未来是遇到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呢，要偿还命债啊，偿还肉债的。有什么因由可以永远脱离酬报偿还的苦业呢？酬还这个业债啊，命债啊，这个苦报呢，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呢？何有永脱愁肠之苦哉？注：误杀者亦须误肠，这就引出来了。误杀众生也会被误心啊，这个偿还，被人家错误的偿还这个业债了。如同过去梁武帝有一次呢，跟人家对弈下棋了，在得子的时候呢，脱口就喊了，喊杀。他很得力的时候呢，喊这个杀，下棋下到这个很有趣的时候就喊这个杀。正好呢，有另一位僧人来访，来拜访梁武帝啊，卫士啊，以为要把这个人杀掉，便拿下来杀了。这位僧人呢，也是有道之士啦，临死之前呢，就感叹说：“业障啊，这是业障。以后若皇上问起来的时候呢，请你们呢答复他，是业了。过去世的时候呢，我尚且是一位小沙弥啊，有一次师公啊讲经，帮忙拿席杖。”把玩的时候呢，不小心压死地上一只来听经的蚯蚓，不小心压死他了，他就是梁武帝的前身了。因为有这个错，这个误杀的因，所以必须偿还这个误杀的果报。后来梁武帝呢，因为很久不见这位僧人呢，一问之下方知此事啊，才知道有这件事啊，不觉得感叹啊，因果丝毫不爽。五，第几页第几行，文云落口说，就前面的落口说了。第四十页的倒数第五行，落口说。落口说，文云落口说，大律座若心念落口说，是受律。若心念若口说，不，第几页第几行以下，大律伪变陀多沙乃至波沙律文甚繁，我们都有说过了，律文很繁琐啊。陀多沙乃至波沙，今入其概，现在呢入出它的概要了。陀多沙的有两种，一者地，二者木，刚刚我们有说过了，木头多，地头多。地头多者，若作坑，挖地作坑呢，埋人脚踝等等，乃至埋到脖子，令象马等等触踏。木头多者，穿木作孔，若行人脚，丑手加颈，令象等触踏，降杀者，知世人从此到来，于中医术等施降，犬杀者，
施权，波沙者施基波，亦如是。这个我们都说过了，出在十受律卷二。四十五页的表解，这个地方就有错误了。重新排版打字有错误，原本旧的不是这样子的，原本旧的不是这样子。动机为杀人、为杀非人、为杀畜生不定，结果人死不可悔、不可悔、不可悔都不可悔，这个不是哦。我们对照前面的文，为杀非人不可悔，我们对照一下。为杀非人，这个42页了，42页的第二行对照一下就知道了。42页的第二行，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终罪可悔，兼非人为诸天修罗鬼神者道易落，故杀之者戒体未失，犹可悔夫也。人死者是下罪可悔，在这里畜生死者下可悔罪。接着呢，为杀畜生，结果人死不可悔。我们看42页第五行，42页的第五行，若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畜生呢，兼要叫诸天鬼神更烈，故杀之者罪又稍轻。若人堕食，若非人堕食，皆犯下罪可悔。经文是下罪可悔，所以45页这个地方，45页的这个地方，这个表，结果人死未杀人不可悔，这个对，未杀非人不可悔，这个错了。未杀非人是下罪可悔，未杀畜生，人死也是下罪可悔。不定，这是通慢心啊。融通，这个慢就是呢，通慢啊，普遍的人，普遍都要杀了，这通慢心。普遍三趣的众生，人、非人、畜生，诸有来者皆令堕食。所以他是不定心，没有客定心意啊，他都要杀害，凡是有来的呢都要使令堕坑而死，所以人死是不可悔。非人死，未杀人，非人死，终罪可悔。未杀非人，非人死，终罪可悔。未杀畜生，非人死，下可悔。不定，不定的时候就是终可悔，同品可悔罪。未杀人的畜生时，终罪可悔；未杀非人畜生时，下罪可悔；未杀畜生畜生时，下罪可悔。不定，不定就是下可悔了，畜生时就下罪可悔。接着呢，45页的倒数第四行就解释了毗陀罗。毗陀罗者，若优婆塞以29日求全身死人，遭鬼咒施令其随喜着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魔甲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或天神所护，或大咒师所救劫，不成害，犯终可悔。46页，是名毗陀罗沙也。犯毗陀罗者，若优婆塞29日坐铁车，坐铁车仪，坐铁人，遭鬼坐铁人令其随喜着衣，令铁人手捉刀，
若心内口说，我为魔甲毒是咒，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诸三昧，诸天神所护，若咒师所救劫，不成死者是终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罗沙。断命则29日牛屎涂地，以90浊中燃火以寻遍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数言，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又复29日牛屎涂地，90浊中化作所欲杀人相，坐相以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数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又复29日牛屎涂地，90浊中以针刺一脚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数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是名断命。若用种种咒食者，犯不可悔罪；若不食者，是终罪可悔。这些沙法呢，我们想都想不到。古代毗陀罗者，若优婆塞以29日，运用29天呢？来寻求全身的死人。在印度的时候啊，就是要到狮驼林去找了，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呢。然后狮驼林有死的，有死掉的人呢，就把它丢在狮驼林喂养这个众生。他到那边去求全身的死人，还没有烂坏的，刚刚死的。印度的习俗是这样子的，到那边就会找到尸体，求全身的死人，然后招鬼，招鬼，有招鬼的方法，当然要诵咒啊，咒师令起，这个咒术啊，就是招鬼的咒术了，招鬼来护身，所以使令尸体站起来，然后在身体，尸体上面呢，好像变成他的身体一样。他就可以起来活动了，然后水洗濯衣，用水呢洗一洗啊，洗洗尸体啊，穿衣服，穿衣服，另手捉刀，使用这个尸体啊，手上拿着刀，若心念口说，我为了魔甲这个人的缘故，作此毗陀罗，送这个受助啊。做毗陀罗咒，极毒咒术，他就读这个恶咒啊，邪咒啊，要害人的这个邪咒，招鬼来，极毒咒术。若所欲害人死者，他想要加害的人死了，就犯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前人这个人。他有这个禅定的功夫啊，入定了啊，入定了，入诸三昧了。或者呢，大力天神所守护啊，还有天神来守护他，他持戒啊，坐禅的时候有天神守护他，所以你这个咒术啊，到这个咒师令起啊，来到这边呢，害不到他，他被天神守护了。或大咒师所救解，大咒师啊，咒术比他还厉害的，因为有咒术来解救他，不成就杀害，这个时候犯终罪可悔。46页，是名毗陀罗沙也。半毗陀罗者，假若优婆塞运用29天的时间呢，坐铁车，铁车，坐好铁车以后呢，他要做一个铁人，然后呢，招鬼，招鬼也要送这个邪咒啊，邪咒术啊，
做铁人令起，鬼来附身了。做铁人令起，水洗着衣，用水呢清洗之后呢，给他穿衣服。令铁人呢手中捉着刀啊，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读是咒，我为某某人读这个咒啊，就是要杀这个人了。”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他被杀了啊，就犯不可悔。若前人入诸三昧，他呢入种种禅定三昧正受，诸天神所守护，那这个邪咒啊邪鬼啊不敢靠近啊，诸天神所守护。若咒书所救劫，不成就死者，就是犯了终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罗僧。断命则，优婆塞呢运用29日的时间，有使徒弟啊以酒食着中，酒跟饮食呢奉在当中，燃火以后呢寻遍浊水中，马上呢就把它放到水中了。若心念口说读咒术，说呢如同火在水中灭，若火灭的时候呢，他的命随着灭，随着灭亡。又复29日以牛屎涂地，90着中，化作所欲杀人的像。要杀的人呢，把他的这个形象呢画在这上面。做好像以后呢，循环波灭，马上就把它波灭了。心念口说呢，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如同这个形象灭亡，他的命呢也随着灭亡。若相灭的时候呢，他的命随着灭亡。又复29日的时间呢，以牛屎涂地，90着中，以针刺衣角头，拿着针呢刺衣角头，马上就拔出来，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如同这个针呢拔出来，他的命呢随着就出离，就死了。是名断命。若用种种咒食者，运用种种咒术招鬼，使令他死亡，就犯了不可悔罪。若不食者，是中品罪，可以忏悔。47页间三种咒术断命，并名焰岛杀，皆毗陀罗之列焰岛杀。用咒术断命，这个恶咒啊，可能就失传了，没人要学了。这个恶咒做什么呢？学佛的人就把它舍弃了，所以现在也看不到了。没有人要学这个，就增长恶心啊，破坏我们的法身慧命啊，谁要学呢？现在就失传了。好的要留下来啊，不好的要把它消灭。流传在世间就害人了。焰岛杀都是毗陀罗咒之类。注：焰岛杀，此焰岛杀现在皆已失传。这不好的怎么可能流传很久呢？有正见的人都不要他了，把他舍弃了，也不教人了，不教了。教这个做什么呢？好的要教人了，不好的不要教了。所以现在都已经失传，不会再害人了。感知咒，抗战的时候呢，尚且有听过，对日抗战的时候，如今亦甚少传闻。听了就怕，
要你做这个感思咒啊，大家都怕了，甚少谈论。为何皆在29日做法念咒呢？因为啊，此日这一天，那应当就是每个月的29天了哦，29号这一天了哦。因为此日嘛，夜间没有月亮，刚好月底嘛，月底29日这一天呢，晚上没有月亮，月亮好像眉毛一样，没月亮了，昏暗无光了，适合这些邪术做法也。所以前面如果照这样解释呢，若优婆是29日，应当呢是在黑月14日了。黑月14日那一天呢，不是29日了。诱惑堕胎者，47页的经文，第五行。诱惑堕胎者，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若真血脉，乃至出眼泪药，作是念。疑是因缘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时，后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及时，后不因死，是终罪可悔。若为杀母故堕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若胎死者是罪可悔。若惧死者是罪不可悔。若惧不死是终罪可悔。若为杀胎故作堕胎法，若胎死者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终罪可悔，若母死者是终罪可悔。惧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堕胎杀法。诱惑有堕胎的情况。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里。那下一回呢？因为星期四，星期四要跟这个建立寺的法师哈，到大陆去弘法，有五天的时间。回来的时候是下星期一了，下星期一回来，那我们要上课是很赶的，很赶。来不及，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停课一次，停课一次，下礼拜二呢停课一次，你回向。圆通寺位于埔里，三面环山，灵秀所中，堪称为清凉佛地，是修行之圣处。现任住持为信德律师，依指台南法王讲堂上卢下本和尚出家，为清宫和尚侍者三年，随侍研究戒法，为依指阿舍离护观三年期间，除每日诵食至官房外，即专心阅藏，早晚定课念佛，日背诵《金刚经》一遍，如是三年，皆以比丘戒法、菩萨戒法行持，至今20多年，修行不错。法师深感戒法之重要，犹如慈母善护行者，催福众魔，领得安稳。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20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 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经，恭请湛信法师主法领众。日期4月15日星期五，农历十五，时间下午2点开始。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直播平台脸书搜寻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据十月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日期4月19日星期二，时间上午8点半佛学讲座暨佛前大供，下午1点半大悲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